摇摇摇啊，真很大口。吃饱了，那请妈妈帮忙。没有吃掉了。哦，请妈妈帮忙。我要吃下面。你有吃饱了，那我要拿出超级惊喜小礼物了哦。嗯、什么是小礼物呢？是面塑利达姆。是这个。这个可以擦伤口的，还有蚊子叮到。可以擦，还有一一咬到可以擦。耶，你看，我没咬到。是咬到的。这个我可以玩。这里有一个饭。玩的，给我玩。那是小礼物。给我。对呀、啊。这是我的小礼物。那个是我借你的，等一下再还给我。好，这样以后如果有哪里有蚊子叮到可以擦。那就再给我擦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再给你擦擦擦，才不会很痒。那你还有什么小礼物？你还要一个小礼物吗？嗯。那你要跟我说，爸爸我爱你啊。爸爸我爱你。哇，讲得这么快、啊。要带有诚意一点，这样的。爸爸，你还有一个小礼物吗？有啊，那你要说什么？谢谢爸爸。谢谢爸爸。那你晚上可以跟我一起睡觉吗？